全军出击。要过来打不了我来了，不给他打不了，直接起立，耗一小波血。要上来打不了我，你就给我起立。由我来分。刺儿。应该先吃谁了？起立，一个 W 也不中啊，直接 W 闪，闪现他都放不出来。沉默，刺儿，刺儿，刺儿，平 A。平 A 吃小饼干，平 A 起立，靠，蓝不够。无计后果。平 A， 哎呦我操，他带的点眼，为什么不早说是点眼？刺儿，刺儿，哎，王八来了，王八。起立，王八！啊！哦，他没带闪现啊！点燃传送，我说的嘛！我说他咋不闪呢？原来他没有闪。挺烦人的，我没多少蓝，算了吧。我感觉我得去吃狗屎了，有没有？没有。哎呀，没有屎。
小王八着实挺烦人，真着实是挺烦人，这小王八没完没了了，有点60点蓝加100点蓝，一共160点蓝。刺儿，沉默，刺儿，吃。还好我有小饼干儿。再推一波吧，回家了。我不想回家，我差200块钱，我去吃口屎去。看看能不能帮中路赶他一波啊！你的心魔就在蠢中。差100。哎呀，差100呀！哎，吃一层可以啊，上路再吃一波，我们回家。你干哈呢？你要杀我呀？你要杀我呀？应该先吃谁呢？耐心不是这种，而是你的目的。因为20秒有大，要不然等一波把他吃了得了。要我说。你们觉得呢？等一会儿吧。我失去耐心了。你真觉得自己能逃掉？你们这些生物真难。还有400滴血，我们蓝可能不太够。我们的蓝可能不太够，但我们的血量他杀不了我，所以没有关系。我控控蓝就可以，我升个级应该差不多，这蓝应该够了。我看能吃多少啊？370，他现在有500滴血。体力、沉默、平 A 皆吃，刚刚好。哎呀，他传送了，我看见了，往下边走吧。没有用，那打人都不掉血，你说？来吧，你跟我一块下来吧，正好看见剑圣了，打不着。刺儿，这里都有眼儿啊！那我再吃一波吧，既然他这个样子的话，我再来一波。
我再去吃一个小兵，吃个石头营吧，我们回家行不行？压了，来个小冰心儿，再吃一波，算了吧，算了算了算了，不吃了。有点贪了，刺儿，体力，刺儿，沉默，刺儿，体力，刺儿，刺儿，沉默，变大。跟我来，来，那波可以打，好成绩，体力，刺儿，这是我们的吗？啊，是我们的啊，早说是我们的。哎呀，我一些他啊，差了160了，啊，不过没关系，应该能拆掉啊，这波直接顶着他拆。体力，16秒有他养着呢。养着他啊，等会儿8秒钟。我也不知道他搁那干啥呢，那算了吧，这玩吧，杀了吧。刺儿，希望蓝枪不要来呀。10秒钟能吃个蛤蟆，啊，吃个蛤蟆。好，回家了。大冰心儿了，再来个巨型九头蛇。60秒吃个炮车，等不了了，正好回家出来60秒差不多。
An ally has been slain.好像是有蓝 buff， 我们去吃一个去。蓝 buff 让蓝枪给吃，那吃个蓝枪吧。预判 Q， 沉默，体力，刺儿，行为，沉默，体力。沉默，算了，人可能有点多，这位置不太适合我们，绕一圈吧，绕回来。这波大不用了。三项了。体力，沉默，刺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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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刺儿。2100够了，我们回家呀，差十秒钟吃个东西啊，吃一波，管他是吃个人呢还是吃个兵。让我吃一下，让我吃一下，哎呀，让我吃一下啊。你看，你不让我吃，是不是？还是死了？你抠呢？我抠完没蓝，我抠的干什么玩意儿呢？算了，吃个兵吧，真烦人。啊？谁的火箭呢？谢谢剑银桥的大火箭啊！感谢剑银桥，谢谢。那立即回你们呀。好，晚点再问也行。谢谢剑银桥的大火箭。哦，那好，来点魔抗不？来点魔抗好像没啥用啊，还是出护甲吧，来个反甲，出个石像鬼，给我吃条小龙呗。算了，小龙应该是吃不着了，吃个三郎吧。哎，这王八可以杀，体力，沉默，刺儿，刺儿，我大不大？你还想点灯笼？体力，刺儿。刺儿，沉默，刺儿，体力，刺儿，给我追了，体力，他跑了，算了吧。下路剑圣人干了，剑圣。算了，先拆个钟吧。
沉默，刺儿，刺儿先吃个龟吧，喝个王八汤，刺儿，体力，跟我，体力，刺儿，刺儿，沉默，刺儿，刺儿，体力，点燃。先来个反甲，反甲的话不来反甲啊，不来反甲，先来个狂徒，他们家吸血其实不厉害，先来个狂徒。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再来个石像鬼就可以了。升个十六，整个石像鬼儿，往我这儿走来。刺儿，刺儿，体力，刺儿，沉默，准备。刺儿，刺儿，体力，沉默，刺儿，准备。体力，刺儿。沉默，刺儿，刺儿，体力，平 A 闪现，沉默，刺儿吃，刺儿，刺儿，拿下，有点肉啊、哦，我再来个石像鬼。谢谢建人桥的飞机，谢谢谢谢，我们唯五杀好像是，唯五杀，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打条大龙吗？让我吃一波，哪来个青钢影？死的有点快。体力。沉默，刺儿，刺儿，刺儿，起立，刺儿，沉默，刺儿，起立，哎呦漂亮，哎，可是我的吃啊，哎，小龙，龙魂了，可是我的吃没好，刚才，就你叫小龙啊。今天打个蓝你要不要？你不要，那我要了吧。差500块钱就是我们的究极体。给点 money 吧。
去下路待一波吧。二残墨是这是要没灭我一看等会儿我等会儿我等会儿我等我一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兄弟们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没药了差500块钱呢哎呀差100块钱